今天这个特别要跟大家拜拜年啊，在我身边呢有一位青年才俊，刚刚这个学成归国的一位好朋友，各位你都猜不到，他是连千亿。哎呦，大家这个江湖人称任哥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网络的朋友要加油，原因只有一个，不是说看不起你们，而是你们没有经过素养，然后莫名其妙拿起机器就要开始直播，然后我就叫做 YouTuber， 我就叫做网红。No， 那会是个屁。其实也是我的偶像，你懂吗？但我要跟你讲，做艺人是一回事，做生意人又是一回事，要记得，这两个东西是搭不上的。那太开心了，这个可能大家对于我们两个啊。会在一起有这段影片会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我们慢慢的这个找寻一下，有一些事业上面的一个合作空间。哎，我们这个他以前会觉得我们是不是有敌对啊？或不会了，不会了，各位没有这些事情嘛。是，但是我算虚长你一点，对，两岁而已，我还有大一岁而已，对，啊、哦，大了两岁，但是也觉得这个。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人才，没有啊，还在学习。然后这个在直播业上面呢、啊，算是应该是无人能出其右。没有，还在学习。真的吗？你怎么突然间变那么客气？我都不习惯。来，今天先送十万，来好，先送十万，没带的，没有。好，今天先送钻戒，先送钻戒。好，就很开心了、啊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是最主要是一起跟大家拜年。对，然后我们会找一天呢、啊，我们一起来，联手来一下。因为宪哥啊，我们今天刚好哈、啊，就是一起吃饭。是。那跟宪哥今天呢、啊，前辈传授我很多东西、啊。不敢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业界里面，平常我们不会去做心灵上的交流、嗯。那今天我们大概畅谈了应该有一个多小时吧。对，一两个钟头。哦，这边新来威啦。是。因为很出席，我们平常在。哦，宪哥做节目，我在做直播、嗯，没办法去了解到很多在生意上的一些契合、哦、包括在理念上的一些哦，哎，这个密合度啦，这个就是 crossover 嘛，对，我们跨业，然后来稍微合作一下，对，需要在哈、哦、时间上啊、哦，在时间上大家来磨合，是哦，来聊天，知道说里面的一些火花、嗯、要怎么样把它擦出来 ，OK， 对呀、啊，那这个年拜的有一点长，对，我们就拜到这里，然后我们下次找机会，我们一起来合作一下， okay， 好吧？哦，谢谢连千亿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